大家好，我是 Waka LA 的 Kenny。 那现在我们在侨教中心，是东森新闻的初赛，那也差不多要开始了。那既然到了这里，我们就到处晃晃嘛。这个 stage 其实还蛮大的，那这边就是东森新人王主办单位的桌子，那请看那边，那边就是我们参赛者现在在做大头照。哦，突然看到一个 Waka LA 的工作人员，那头当然再打下去一下嘛，对不对？好，这所有的参赛者就在这边。那当然呢，我们当然要访问一下这个，我们当然要访一下我们的 Brian 嘛。这我们是 Waka LA， Brian， 你觉得今天怎么样？你的状况怎么样？相当就是紧张这样，因为大家感觉都很厉害的样子。紧张哦，但是你应该练蛮多啊。对，我练到我的朋友都已经不是很想听我唱歌了。也是啦，因为练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看到他的脸，还有那首歌。那你今天唱的是《淘汰》，这个歌选得很好。是不哪个智障帮你选的？我不知道，我的一个朋友他叫 David， 他就一直推荐我说这是一个好歌。他真是个混蛋的，他不爽你很久了。不过没关系，今天我看你这样子，一定是很有相当的程度才敢来嘛，对不对？OK 啦，反正我们今天 Waka LA Sunshine Boy， 大家帮他加油哦。即使外面穿着西装，内心也许像这种狼。即使外面，喂，我们今天会场主那个场地呢，水准比之前还要高，非常非常多。之前可能就是在那种趴展，可今天看。还没比就开始紧张了，你紧张了吗 ？Are you ready？ 穿的打扮这么漂亮，你有什么感觉？我完全认不出，我完全认不出来。刚才我来的时候，以为是那个上一次那个 model Yu Yu， 有没有？从后面看，但是不知道，因为他是坐着。太无语。大家好，我是 Waka LA 特派小组，我是 Kenny。那今天是东森新人王的正式初赛，准备要开始了。那我们到 backstage 看一下哦。backstage 我们能进来哦。就是他们化妆以前的模样，好不好 ？Check it out. Hello. 啊、Hello， 我叫 Aaron Chen。怎么样？号参赛选手。这个不用我访问，他自己来了 ，OK 啊。要。哇，这个不错哦。呀、yeah, ，有没有紧张？啊，蛮紧张的，但是快到我了还。哎、欸，你是第几个？还早了，还早，还很快啊！多练习一下 ，OK。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选手已经准备要上场了。那大家看起来都很紧张，不过每个人都好像很有 confidence 一样。看到没有？这就屌了。那这边的呢？有在练唱的。我们 Waka LA 特派啊、女主持人终于到了，代班小妹，结果迟到半个小时而已，没关系。Sorry。老公要出门上班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呢。老婆要帮老公打领带，老公要出去说：“哎，打啵打啵。”看着默默含情的眼神，老婆，我出门了，今天晚上帮我煮好饭。好，我会按时回来的。
我会等你的，烧好热水。What's up, girls? You guys ready? I see a basketball team here, so... Everyone gets the same exact t-shirt, and everyone can get their creativity out and then cut their own shirts and do their own design. So everyone has the same shirt on, and then they all did their own creation. Do I get a t-shirt? So, like...好，现在Sharon刚下来，觉得自己唱的怎么样？还可以吧。还可以啊，听说刚才那个观众还蛮大声的，你唱完以后。好像是啊。而且他们说你是最年轻的嘛，几岁？14岁。14岁啊？哦，我的一半吗？啊，不是啊，我是说，对，那你14岁已经唱成这样子了，给自己打几分刚刚？85吧。剩下的人都可以去死了，就是。觉得哪里还可以 improve 的吗？很多，就是台风啊，然后要不要紧张？因为我刚才很紧张，所以就有点抖了。刚才 Judge， 有没有给你什么 advice？ 他说我的感情还可以 ，but I need to improve more。对，84年。给票，给票会死吗？对，就是这样子。我已经13号淘汰，你要怎样？拜托好不好，老板。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女生参赛者他们在后台在做什么。哇，你看已经聊起来了，大家已经变朋友了，已经很开心的，唱完的都已经放松心情，然后在后台等待知道结果。不过我看到 Grace 一副好像还在很担心的表情，所以你现在心情如何？心情比刚才更紧张。更紧张。在台上唱歌还要紧张吗？反正比较紧张，就是唱完了之后就等待消息这种心情。我们来访问一下 Milly， 看看你唱完了对不对 ？OK， 那你现在等待有什么感想？现在在后台等待。没有啊，就想要听别人唱啊，他们都很棒，都很棒，对。Before. This is before. Oh my god. Oh.In the zone. After. 这位很想红的摄影师，你在干嘛？你刚说嘛？怎么突然间摄影师人就不见了？然后原来现在头，真是不尽责。你总是要吃东西嘛，对不对？好吃吗？你吃了吗？没有啊。你要吃。大家好，东森新人王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唱歌比赛已经结束了。那Judge 现在呢在decide who made it and who didn't。那现在有特别的节目是什么呢？现在就是东森新人王的 model 走秀，已经选出了10位是 top 10的 model， 他们现在正在台上，请大家看，这也很 sexy， 超精彩的，看一下吧。所以呢，经过了一整晚的比赛，终于 Top 12已经出炉啦。那请大家就锁定呢我们的 wakaola.com 网站上呢会有最新的消息，你们可以就是上去看一下今天所比赛出来的每一位参赛者呢，他们有对观众朋友说了很多的话。那如果你们要支持他们，请你们就上网站上面去看，要上去网站上看哦。谢谢 wakaola.com wakaola